snow says no. 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Dire'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A 个半层之后，船长这个血量很有可能。 这个神虫直接就把盾布带走了，还好雪人没死，转出了属性，队友给了一个薄葬，在这边船长回来了，一个船游开启 PKB 一刀，把这个雪人砍死了，逼出一个动物买活，雪人不是很想买，现在本来经济就不领先，买活之后直接掉了好多血，2000块吗？雪人买活了，这波牛逼又血赚了，动了一个很肉的船长，然后后续伤害差了一点，被这个奔腾给救下来。 这波没技能还要出来打，DS又是一个拉拉四个，这边剑圣开了一个转，这水人每次就是变了个剑圣，自己也不太敢上去打呀。这边大牛又踩了四个，有没有机会过来？先带走一个酱油，但是让被天神大武会开分身解掉，船长那个血量要死了。临死前放一个水，剑圣这边剩带着李祖安和近身肉搏，对焦踩没躲掉被踩住两个。 海绵这边一个滚雪球，水人过来打第二波，这个剑圣直接被 A 死了。这一波莫奈特买活收割了一下，但他钱其实还是掉了，就是他没买活之前，我看是15000多，这波买活收了俩人头，也没到15000，但能接受，毕竟是出来打了牛逼一个四人小团灭嘛，经济总体来说还是持平的，队友可能吃了一些这个击杀的金钱啊，帮队友打肥了。 这个时候肉山没刷呀，看一眼没刷，这波如果能把盾打了 ，RNG 就好赚啊，但是盾没刷，然后等这个盾刷的时候，估计差不多牛逼的人也活了。这个大牛两脚踩，对吧？之前那波这个地方踩三个，刚才那波这个下路踩四个，太猛了。 刷了刷了，这边过来打盾，剑圣还有4秒复活，有水人打的其实非常快的。牛逼好像没有感觉到对面会打盾吗？哎 ，T 的也是这边圣坛，那这盾给了呀。这个走位就是感觉都没感觉到对面可能打盾了。他如果感觉到打盾了，船长过来放个水其实能拖住。然后这边冰片整个 DS 又强，这波意识难道是没记盾的时间？ 对吧？这技能全是有的，这个盾就直接给了。主人拿了个盾，那下波不好说了。本来经济差的也不多，冰眼到位，这个站桩现在已经可以了呀。冰眼分身 BKB， 带出个军棒，输出爆炸。不过这会儿他还没金箍棒，剑圣蝴蝶，而且瓶子里是装了个双 buff。这波牛逼，直接开悟，开悟往上走。 但现在 RNG 靠的也非常紧，围着自己的两个眼在打，雾还没破，继续往前追。海绵是有跳刀的，还在往前走啊！这边 RNG 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了。算了，上路线已经到这儿了，对吧？你再不回去处理，第一个是你开悟意图非常明显，而且再冲别人高破了，风险太大了，各自回去处理兵线。
带走下一件羊刀啊，这个道具还是挺致命的。这眼没反到呀，这个眼有点刁钻，很偏僻差的，没反到这个眼。焦灼住了，但是这个水人越来越难处理了。有没有人有钱出羊打的？你不然这水人之前是被船撞了呀，或者什么的死了，他后边装备也好了，容错率就高了嘛。你控制时间打不死他，他不是随便跑。其实这边装备我看了一下，没什么是针对这个水人的。一个大骨灰是挺针对的，除了这大骨灰没有别的针对水人的，而且你大骨灰对面有分身有 BKB 也限制不了，然后这个杜姆现在有 BKB 了，他其实需要一把跳，我觉得他还是有把跳刀好一点，打团就大这个剑圣第一时间被杜姆了，这个正面牛逼还是挺难接的，就靠这个 DS 一个拉墙。不过 DS 拉墙效果还都挺爆炸的，这盘有个水人幻象给他复制很厉害。这边带着盾啊，也是把你最后一个二塔推掉。带盾上高了，30联合东30联合西啊！这个盾被 RNG 控到之后，直接站上牛逼高地，牛逼手高，看一下打得怎么样。这里标记了个剑圣上来消耗一下，这个己方单位的魔免是顶不掉这个，就是船长是可以拉回来的，所以小狗啊剑圣这种都可以靠船长标记啊上去拆。哎，这边复制了个剑圣开钻变回来拆，厉害了，再插个棒子，这棒子还打不掉。这里杜姆直接倒了个 DS， 也是一个打团很关键的点，直接要被秒，但 DS 有买活，这波盾 BKB 也开了，水人没急啊，盾没掉， BKB 也没交，这一路 DS 要买活， DS 买活，这边 BKB 直接顶起来一个复魂，复出两个剑圣无敌斩，但是水人这边被加了个薄葬，这波剑圣技能放过了，水人其实还有战斗力，但是他拨走了，大牛一个大招又是踩住了后排两个，水人可以回头反打了，这时候盾消了，还打吗？觉得已经可以了，打了个 DS 买活，拆了个高地塔呀。这边 RNG 也选择了撤退，回去吃符了啊，四符一吃。这波打完 ，RNG 已经领先8000经济了。跳刀狂战，别。本来就很难杀这水人，还每次都有个薄葬抬他。钱已经够更金箍棒了。船长这英雄总感到打到后边就是很乏力了，就他的成长性已经不大了，然后他那个水刀的改动，不是水刀改动，就整个建设机制的改动吧，算护甲也不像以前是那个建设伤害不算护甲，你出个什么大炮之类的后边一刀可能把人建设死了，现在算护甲伤害也炸不起来，也都是当一个肉盾在打。不过差不多对吧，这边是个戴泽，但是戴泽马上羊刀了，等2块钱哇，羊刀到手，这个羊刀可能有点要命，看白棋啊一个跳滚能不能把队友救住。莫克啥装备啊？莫克是这盘5号位啊，小明包了很多眼，然后买了宝石，所以他没有钱出羊，
不然他这个十级天赋，然后加上多留一点打四号位去清清兵，羊刀是应该能做出来的这个时间。而这盘是五，这一局这波是 RNG 主动开悟的，有技能直接包一波屁股，牛逼，有危险啊！给了一个奔腾，拉比克上一波应该偷了个奔腾，杜姆过来找人没找到，这个地方拉比克看到人了，举了一个莫克大牛一脚踩，船长被踩住了，莫克直接被水人秒掉，这边再接了一手羊，一时间没管这个赘肉的，但是前面也打不到人呀，这个时候让船长回头放出了船，这里顶起 BKB， 第一时间还被缴械了，这波水人其实没打什么输出，这边 BKB 踢走，接着开盾 踢走，这里边的人也全走了，这波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先手，但是只杀了一个，这波就是队友扬住了这个船长，但是水人觉得船长太肉了，不想把输出给他，然后两个人往前冲，结果两个人还被缚住了，一个人也没打到前边，后边这个船长还 BKB 踢走了，差了一点伤害，这牛逼不幸中的外星，好吧，被包了波屁股，打了波先手，然后最后又死了一个。不过牛逼开悟，牛逼知道杜没大，这里面站了个阿福，跳刀推推绿障，三件套，还差个吹风，好吧，带了个宝石，这边四人开悟再往野区走，这个方向遇不到人， RNG 都在自己这个远古的位置，又是双倍斧，否决先拉上来啊，直接一个跳到否决开双倍换香位，想去包下路又包不着，然后上路线又到家了，这个意图又暴露了，现在别人站一个高峰也不好往上冲，雾时间也到了，有点尬住了呀，这个时候你上路这个兵线不收不太行，去收感觉这一大圈都白跑了， RNG 反正不着急，他等这个杜牧转好他才会打先手啊，终于又跳了这把跳刀，又开了一波，我连开两波雾，别人还是在一个高坡上，进去看了眼肉山也没刷，这肉山还有一会儿，放了个水，哎呀，这个水看到了暴露位置了，我也吃了，这里一个复魂复出两个，接着上来一个否决，先把拉比克带走了，再一个无敌斩，在这边脖子上给到了水人，水人第一时间没死，最后还是被砍死了，没有转出血吗？还是被沉默来，当时因为是身上有个否决的效果，但是他买活过来 BKB 这一波伤害，把船长打残，这个位置戴德注一下走位，水人变了一下，剑圣再变回来买活的 BKB 也开过了，这边杜姆是把大招给到了剑圣，剑圣应该是走不掉了，回头砍两下输出，这波剑圣买不活吗？剑圣买不活，肉山刷新了， RNG 又要血赚了，这边还有一个海绵被咬住，水人过来输出三下也死，那这个盾没了呀，你剑圣买不活，这个盾不是只能给了，这波打了看一下 RNG 几个买活，两个大哥是买的，那最终也就是一个三换三，然后再拿一个盾奶刷，下一波动不两个大，刚才应该是剑圣否决，我估计是当然没看清啊，估计是这个沉默给上了，因为他血当时没转出来，就是装备被否决了用不了，然后技能也没点出来被沉默了，但是这个果断的买活打赢了这波团，拿了一个盾奶刷，看一下 RNG 的盾奶刷是怎么上高的，好吧，之前牛逼盾奶刷上高被挡回来了，这个 RNG 盾奶刷来一波上高，这个刷给盾吧， OK 换上来啊，看一下他只要找到机会，他可能直接就跳打了，他不一定要等到自己大准好两个大，这边羊羊柱上来砍一烈火刀，直接把莫克秒了，莫克买活，剑圣快复活了，这边 RNG 意思是稍微撤一下，上路兵线倒是很差，这个上路兵线需要有个人去处理一下，
先把圣坛拆了。Gaia's bottom shrine is under attack. 拆了个圣坛，这边一个极锁，上路线必须要回去人了，兄弟，百万曹军了已经。我也是远程兵，怎么囤了这么多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都是钱。哇，爽！等这个撒旦出了，他就真的很难死了。撒旦有抗性，而且会让他更肉。刚才那波是靠木给一个否决配合队友，把他给砍死了，就是挂着脖杖都砍死了。等脖杖时间到了都砍死了。那下一波他有个盾。这个无敌水人啊，要带队推了，上路线也处理好了，感觉是时候打一波进攻了呀。就防一手这个 DS 拉墙好吧，别被这个 DS 拉墙搞得太炸了。比如说你被拉个三四个，一个墙，然后这边后边队友船长接打技能，那可能还是会出大问题的。圣坛拆光 ，YC 再带下路线，这个有点细啊，祭品藏格子里。不暴露自己位置，在这边下路线一会儿还要回去人。下一波 Doom 这个刷新是有两个大了，回了一个拉比克，偷了一个笔啊，双倍符啊，这一波又是双倍符。直接拨过来，这双倍符很想中推了。这个下路线大过去拨了，海绵断了也就断了，他威胁不到高地的。这波中路线其实可以上高的，干嘛去了？白眼去了吗？白眼去了。这里双倍上高了，双倍还有一半时间，先把高地塔一震好，把这虫子打掉，上来一个否决，但是没啥用呀。这波否决用过了，水人真的是太难死了，直接敏捷拉满啊，给了一个缴械，缴械也用过了，还有啥招式使出来吧？一个群体奔腾，大家都在跑，再给一个虫子，墙也放了，远离一下这个墙，这个墙还是厉害的。那高地已经拆完了，墙在中路，中路拆完了，拆下路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个关键的墙没有了，我感觉、没有。这个墙，这个水人真的是太难死了。这边否决再次给完，这脖杖给的也稍微有点早啊。反正他 CD 快，他马上又转好了。这脖杖 CD 就九秒，给一个大骨灰，上来打一拳，再给脖杖啊。头上一直挂这个脖子，这拆，这边有盾，集火一波，哎，这盾直接交了。杜姆跳上来一个大招，直接给到了船长。杜姆应该还有个双翼碎片，刷了之后第二个大招还没给，这边所有的技能先给了个 DS 船长没杀掉，剑圣无敌斩分他一下也没打死。杜姆再给一个大招，这个大招的剑圣竟然还被扬了。这边看一下水人的输出非常高，剑圣有买直接买活，海绵也买活，这边看撤回来能不能把高地拆完啊？没敢继续拆，买活之后出来给上一个否决。是被弹回去了，再被扬，买活的剑圣半血没了，剑圣直接买活阵亡。这边船长过来给了一个船，已经挽回不了颓势了，好吧，这个阵容就是剑圣一死没得打。西瓦杜姆直接起脸，这 RNG 应该想拿下第二局了，非常可惜。牛逼又是在一度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被 RNG 翻盘，这局已经结束了。挺可惜的吧，但是肯定还是自己打的有问题哦。这边 RNG 直接拆基地啊，牛逼还是要拖一下 DS 过来，技能全消，但是水人 BKB 拆现在有点无敌，打到后期真的处理不了这个水人，也没有人有经济出到羊刀，后面又有一个无限搏荡的戴泽，这个水人在战场上基本上是随便输出，
而且第三代肉拿了之后刷星球两个碎片啊、两个大招，没有什么机会。那也是恭喜 RNG 带了牛逼挺进到了败者组的下一轮，那么他还有机会拿到这个第三个晋级 Major 的名额，而牛逼就离开了我们这个预选赛的舞台啊。